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？它上面写说，当你知道什么书啊？听完嘛。当你知道人会死亡的时候，童年就结束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书。反正就是到这年纪嘛。什么年纪啊？几岁了？在闹，就是周围有人会结婚，有人死亡的年纪啊。好笑吗？哎，林一姐，你睡了？哎，你干嘛啦？你们知道吗？老林他妈刚说他的朋友真的很少，电话簿里面的朋友栏只有我们三个而已。给他的那种啊，嗯，喂，小杰，你难道不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被背叛啊，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吗？不会。少来，快点啊，告诉我到底有没有。不是啊，我是说，我们这么久没联络了吧？但是我们都没有隔阂啊，所以才有那种同学会，不会有什么朋友会嘛，对不对？